是开心网。如果你是一位经常拍摄人像的摄影师，那你就会常常遇到像是帮我修瘦一点，这边有痘痘，帮我把它修掉。我身体好胖，我想要再瘦一点。你后去，你要不再帮我修图哦？如果 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如果你是一位人像摄影师，你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帮我修瘦一点，我的皮肤好像有点差，帮我把那个痘痘修掉，这个要那样那那，然后你。但是我拍了2000张照片啊，怎么样让你 ？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如果你是一位 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如果你是一位摄影师 ，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如果你是一位人像摄影师，你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我有点胖，我这肚子有点肥肥的，帮我把它修瘦一点。我的皮肤好像状况不太好，你可以帮我把那个痘痘修掉吗？这个怎么样？那边帮我整形一下，帮我美白一下。那边怎么样 ？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如果你是一位人像摄影师，你一定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帮我修瘦一点，这边有点肥肥的，可以帮我修瘦一点吗？我这边皮肤不太好，这边有痘痘，帮我修掉好吗？我这个妆怎么看起来这样子，好像没有气色，帮我就是帮它变好看一点好吗？的这种状况，那今天呢，有一个软体，Jesus Christ，